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43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New Age 所推出的光学情报团三合一作战。哎，等一下啊，这个呢，平常我指甲是不会留这么长的，但是最近的话呢，因为家里有点事情啊，不方便修剪，所以的话跟大家说一个不好意思啊，可能画面上呢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美观啊。那平常的话，我是还蛮注重这个指甲修剪的啊，这个太长的话呢，老婆会不舒服啊。那么呢，这个光学情报团呢，它的一个英文怎么翻译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你到字面翻译的话，第一个单词呢是侦查的意思，下面那个呢是奇美拉。我想说奇怪，怎么是奇美拉呢？应该是 Camera 了，怎么是奇美拉？那后来想想，没有错啊，奇美拉是什么？大家知道啊，奇幻文学里头啊，有一种这个狮子的头啊，还有这个山羊的头跟这个龙的头啊，然后狮子的身体那种怪兽。背上有蝙蝠翅膀啊，尾巴像蛇一样那个那种生物，知道吧？那个都是三合一啊，就是 Chimera 其实它这个三个融合体的一个意思。那其实的话是，其实还真的是有搭啊，有搭这个组合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浏览。体型的话呢，就非常小啊 ，NA 的玩具是小比例玩具，我们来对比一下，官方的这个是官方的一个 Commander Christ。它比 Commander Christ 还要再小一点点。那 NA 的玩具的话呢，基本上做工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关节紧实度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每一款的话都还蛮扎实的，我们就一个一个甩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你也可以看到配件啊，这个的话它是有附带一个小相机，这个相机的话呢，比较适合拿，它的相机是跟枪的握法是一样，是这样握进去的。那比较适合让人物呢拿在人物的右手。拿在右手的话呢，转进来的话呢，是在靠近中间。那如果你用左手拿的话呢，就感觉是会看起来是比较怪一点啊。这给各位做一个小测试，你看，拿在这手就感觉是比较奇怪啊，所以应该放到右手啊，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点。那这三个这个三合一作战的话呢，只有中间这个家伙的造型呢，跟其他两位是不太一样，胸口插在这里而已。当然表情的话呢，三者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金色的漆面，红色的眼珠，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啊，这两个家伙呢看起来表情不是很高兴啊，非常的痛苦的感觉，到底是哪里不舒服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家伙呢，我是让他拿双枪的啊，这个看起来特别嚣张啊，我也不知道你在高兴什么啊，这个人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个人特别爽。那背包的大小的话呢，两侧这两位的话呢是这个大小，中间这一位的话呢就比较大，它是作为一个本体中心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能不能接受这个大小的话呢，我是觉得中间这个是确实是感觉是比较大一点点。那关节的一个可动度的话，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了啊。首先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可以左右360度的转动，应该是可以转的，但是造型的关系呢是有点小小的限制了。这里的话是一个球杆，变形的时候呢是有前后搓动的，360度的转动当然是 OK 咯。然后肘部的一个球杆呢直接代替了手肘的转动跟额头肌的转动，拳头的话呢是无法转动的，它只能够往上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枪啊，三把枪的造型呢都是不同的，然后漆面的话呢没有完全的涂满啊，在这个握把的部分呢是没有涂上枪啊，没有涂上银漆的啊，这是一号枪的一个造型，然后这是二号枪的一个造型啊，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造型都是不同的啊。那我们这一把的话，这把枪的话是更大了啊，三枪都是造型不同的。那就接着拿这个家伙做一个可动吧，腰身可以转动，脚的话呢往前踢啊，侧踢都没有问题，而且这个髋部的话呢并不是使用球形关节，所以在紧实度上呢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挺好的。脚踝的话呢也是特别的紧啊，特别的紧，站立性的话呢严格来说是算非常好的，虽然说背包有点大啊，但是站立来讲的话呢还是非常 OK 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直截了当的呢来给它进入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好了啊。我们先从中间这个家伙开始变形，那其实变形都是大同小，几乎都是完全一样啊。首先把这个家伙的话是中间这一块必须先拿出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是有个转动的一个小轴在这儿的，转上来，然后往前面抽进来，抽进来，这样子转到中间。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里是有一个小小一个凸，它要扣进内部这个洞啊。那因为中间的这个家伙呢多了这一块部件啊，所以它会稍微有点小复杂，就多那么一点点小步骤而已。这个手臂的话呢透过这个转轴把它给转进来，然后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合并，然后腹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这个部件再往回推，那这个部件的话是往上面翻起来，然后整个头部的话是往前面盖过来，到这儿
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那腿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但是这一块部件翻出来的话呢，啊，第一次翻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翻啊，这一块把它给翻出来。如果你不是那么好翻的话呢，就用一点道具其实也无所谓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翻出这一块之后呢，可以揪着它直接往外面翻出来，脚掌整个翻出来啊，然后把这一块部件呢放到脚底板去，再把这个部件给盖上来啊。这个部件不需要特别去瞄准啊，你只要需要利用这里的一个松动关节、啊、让搓一搓啊，基本上自己卡进去啊，这公差算的是比较准的。然后两个腿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说明书的这个部分的解说呢看上去非常的复杂，其实呢也难为说明书了啊。那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了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进去这个形状，其实就要对应这里面。它严格来说就是把这个脚往前面放进去，就这个等于是人物是跪，这个大腿呢是放进小腿内侧去了啊，这样把它给收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往上面盖上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块凸嘛，就是要放到上面这个凹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如此这般把它给扣进去。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两侧都给扣进去。那么这个中心的部分呢就算 OK 了啊。那么另外两个的话呢就完全是一样的一个变法，完全是一样的啊，我们就一样的把这个手臂呢画往这一块部件变成是往上翻，这里往上翻，然后这个手的话呢是这个啊，记得转上来到这边，然后呢往中间推进来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家伙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刚刚那个本体的部分呢，因为中间的话呢多了那个镜头的关系，可能看得就没那么清楚了啊。到这边把这一个手部的话呢给合进去啊，到这里到这边，然后你就可以玩那个嘿嘿嘿嘿嘿，对不对？中摆式移位啊，没有了，其实中摆式移位跟变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这是我无聊自己弄出来的啊。那这块部件的话呢，我依然呢啊还是建议的话，如果你有工具的话还是用工具抠好了啊。虽然我现在有指甲，可是我还是抠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非常的紧实。那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小脚啊，不对，小腿后面这个板子呢给压到这个脚底板去，这个部件记得盖上来。这也是一样的，就拖着它直接往后面翻出来，翻进这个脚底板，然后呢这个部件呢再把它盖上来，两腿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简单的合并到这，到这里合并上。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大腿呢给收进小腿这个空间里头啊，这个部件翻上来啊先整个翻出去好了。然后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个部件抠不出来，你可以从这里一压下去哈，这个地方缝隙就会出来，好，再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就是把这个大腿呢就有点像罚跪一样啊，把它给跪到这个大腿跪进小腿里头，然后这个脚底板这个地方再盖上去，这个部件呢再放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啊，跟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扣上。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侧就 OK 了啊、哦。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啊。这个两手朝中间做一个集中，这种变形的一个模式呢，我说实在话，以我这种比较懒惰呢，但是又想要享受这个变形过程的人呢，哎，其实我会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同一个模式，然后 copy 三次的一样一个变法。这个像比方说像官方的那个照相机三兄弟啊，他也是属于这种，就是记得一个变法就可以啊，把其他几个的都给变形完成。我是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啊。哎，这个地方没扣到，扣进去了啊，这里是一样的，两侧都把它给扣进去。好，然后后面这个背包整个都给它给全部打开，到这扣出来。然后脚底板的话呢啊，一样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出来啊。对，不行，这个还是要用一下道具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怎么会设计成这样呢，对不对？好，再来把这个脚底板跟小腿后面的这个盖板，等于是把小腿后面的盖板给收到脚底板的意思啊，到这收进去，两腿做一个合并。好，然后呢把这个这样子啊、哦、有点像是跪下去的感觉，跪进身体里头。哎，不对，这个跪进来 OK， 这样子往上面盖上去。好的，到这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合并。那其实我第一次变形这个按照说明书去看的时候是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
就是因为它其实一个步骤的话，不过这个是也是比较难为他们了啊。那我当时想说，奇怪，这个头真的没有变形吗？对，这个头真的是没有做任何的变形啊，就是这个是直接就这个样子了。那这个地方中间的话有一个结合的卡扣，这个应该是看了也就看一眼就明白了。然后这个绿色这个部件呢、啊，它是在外侧啊，是卡在外侧，这样子，这个地方就用力的把它给捏紧。另外一侧的话，它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卡扣哈、啊，可以把它扣下去，到这儿，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好，两侧都是一样的，好，集中压进来。好，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最后的这个部件。啊，我要提一下，它这个部件的话，它是可以发光的，但是它的这个电池的型号呢，好像在台湾好像不是我，不是我们平常用的什么 LR44 什么的，这个型号呢，啊，这几天真的太忙，我没有时间去找这种啊电池，所以我就不展示它的一个发光的效果，各位知道它可以发光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看它这里上面有两个，下面有两个，然后上面两个中间比较。gap 比较大，就是扣上面这边，然后下面两个洞一样，这样子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整个前方的这个部件呢就会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完整。好的，这个三合一，不对，光学情报团三合一作战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造型来讲的话，就是卡通造型吧。那后方的话呢，很明显的后方的这个密合度，你看它是感觉好像。不知道是我没有卡到定位还是怎么样，可是我确实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再密合的地方，好像是已经是极限了。但前方的话，因为有这个镜头的这个卡扣的关系呢，扣得非常的稳。那这个开关的话是在这里，那你在换电池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呢要留意啊，这个按钮的话它是独立的一块零件啊，可能会掉出来，你要记得再把它给塞回去。那它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支架啊。这个 Questball 那个版本的话是有支架，但这一款的话是没有的。那相机的大小当然是跟实体的相机是没有办法搭档的，感觉是小的非常的多。那造型是比较干净利落、啊。两侧的话呢，这两个凸出来的头啊，就姑且是当成是，也不对啊，这个快门还是什么什么也是只有一边啊。这个两侧的造型就是这样子吧。后方的话可以看到机械的手臂、底盘如此这般。以这一款这个三合一的这个三合一作战的这个光学情报团啊，三合一作战这一款来说的话呢，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人形的一个美型度还是比较漂亮。那变形的话也比较简单，但是相机的造型的话呢，现在这么多做相机的玩具里头，这一款其实优势来讲并不算大，但它体型特别小，应该是目前我玩过体型最小的。那因为魔方那一款现在不在手边，就没办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但是我很确定它应该是更小一点点了啊。它跟一台这个啊，这个是魔方的一个滑车啊，这个我经常放在桌子旁边的这款玩具我非常喜欢，它跟魔方的三个家伙合起来也不过才一个魔方的一个滑车这么大，所以你就知道这款玩具里多么样的一个袖珍，多么样子一个口袋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